小青龙不限量啊！哇，哇塞！味道挺好，这肉质，哎呀！老公，嗯，你今天带我吃啥呀？今天杭州的天气这么冷哈，老公带你去吃个小日子去。啥叫小日子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老公，嗯，这不是和有海鲜日料放什么？怎么叫小日子呢？咱们吃这个价位可不可以？哪个？688的。688的吗？啊、嗯。哇塞。走吧。怪不得叫小日子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点单，三个人的话选的是688那个套餐。加锅底。啊，锅底是吧？对，一人一个小锅。老婆给你来个，花椒鸡汤吧。行，可以。咱们俩都来花椒鸡汤吧。好，可以。你帮我看，指引一下就是。这边是牛肉，这是我们店最高级的金钻 M 9加和牛角。这个不限量。对。哎呀妈呀，这个先来个五份吧。小青龙来20是吧？二选一是吧？对。你们要吃鳌虾还是要吃海胆？我鳌虾是不限量。那先这样子吧，我一会儿不够我再加。好的。好，谢谢您哈。哎呦，先吃点热饮热食吧哈。看着好浓稠哎。我就特别喜欢吃这种样子的佛跳墙，你知道吧？啊，你直接说你喜欢吃贵的海鲜。嗯。要多咸有多咸。来，今天你喜欢吃的鳌虾也来了。但是这个鳌虾是限量的哈，但是今天小青龙不限量，知道吧？老公给你剥一个。好。哇。哎，是你喜欢的。我全落了。你多少钱？哇塞，好大呀，这个。这应该是2号鳌虾或者3号鳌虾。你看这个肉质，我的天哪！太好吃了。它的肉是啥肉？带一点脆度的感觉。嗯。好吃。可惜了，就是限量这个，不限量。哎，你喜欢吃三文鱼？我先来一片啊。三文鱼就要脆。哎呀。好吃，太香了！小青龙不限量啊。哇！哇塞！味道挺好。这肉质。哎呀，哎妈，太香了！哦，它这个芝士做的就特别香哈。嗯。哦。哎呀，对你光吃尾巴就好了，头留给老公吃。哇、哦，太香了！它这个芝士为什么这么香呢？啊，就是高档日料制作就是不一样。这肉质绝对，我跟你说，没问题。这个小青龙它叫游龙，知道吧？它来自于泰国，给你们科普一下，因为我来自于泰国。对，这个叫游龙。哎呀，太不属于我们国内的本港小青龙。肉质还是可以的哈。可以。我感觉芝士哈也分好与坏，你这个芝士就特别香，是吧？没错。太香了。老公，你吃头啊？行，你把头留着我吃。哎呀，这屋子清静。清静。哎呀，你的牛肉来了。金钻 M 九加牛角。哎呀。M 九啊。嗯。不限量的，这随便吃的。哇。吃就得这么吃，知道吗？一片一片的吃，要一大片一大片的吃。哎。开始闻你。哎呀，这个牛肉可以哈，可以。哦，牙。这海鲜总太好吃了。小青龙好吃还是和牛好吃？都好吃。都好吃是吧？好，各吃各的，我也不要呗。小青龙一会儿再给你来点哈。好。好了，真好吃。我先吃这个啊，嗯，M12，哦哟，又来了我，哇塞，限量一份的，一片啊，只限量这么一片啊，这一片大概差不多有7、8克、8、9克，一克的话是4块多，这一片的话30几块钱，就是将近小40呗，嗯，对的，嗯，哎呀，
怎么样？好吃啊？嗯 ，M 十二是所有 M 里面合成里面的，它是等级最高，油脂最丰富的，嗯，肉最细腻的，好吃。接下来尝尝我的小青龙啊，再来看，今天小青龙是不限量的。哎呀！哦，太香了，又嫩又香的。对，哎呀，主要是它的啥的哈，这个芝士特别的香。嗯，老公头交给你啊！肉都掉下来了。嗯，好满足。哎呀！这个今天六八八你是真吃回本了呀，去，意思一会儿还要吃水饺啊？嗯，我还点的自助拉面呢。哎呀我去！哎呀，老公受不了，我也想吃了。哎呀，太棒了！